Hello， 大家好，我是Pin Yoga的瑜伽老师 Mindy。 我非常希望带给同学的是基础正位的瑜伽，做到正位就如同房子要盖出稳定的结构，结构如果不在正位，那不管做任何动作都容易垮掉甚至受伤。好比说骨盆，它是我们身体结构的中心，骨盆如果过于前倾或是后倾，都不是在正位上，这样在进行瑜伽动作时，身体的结构就容易不稳定。所以我特别想在每一堂课清楚地告诉大家，只要做到正位这样的基础，那我们就可以在瑜伽中一起建立任何我们想要的目标，进而达成我们需要的效果。无论是身体想获得舒展，精神更加集中，或者想挑战倒立等等，当我们有了基础正位的瑜伽观念，一定会帮助我们在未来的自我练习里练得安全且长久。不要去追求动作的外表，就是要仔细的去感受在这个动作中它带给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的发生，比方说呼吸的流动感或是身体的空间感，就是让这个动作不单单只是动作，而是去感觉身体内部有充满生命力的感受，这样子。那还有不要跟同学比较，因为每个人身体状况完全都不一样。当我们遇到身体有受限的地方时，请耐心的用陪伴的方式，透过一呼一吸，然后去转化这个动作，培养最大的耐心给自己。欢迎你来评价，跟我一起练习，谢谢。